Hello， 各位好朋友，让我们暂时把手边的工作放下，大家一起来做上班族健康操暖身运动，预备，颈部伸展向前，后，右，向左，再来一次向前，后，右，向左，臂腕伸展向前，上，右，左，再来一次向前，有没有感觉上半身都舒展开来了呢？右，左，立姿转体向右，二二三四，准备向左，注意哦，我们只有上半身转动就好了。再来，我们要准备弯下腰咯。好的，我们慢慢的往下，最后双手可以轻轻的扶住小腿，稳住我们的身体，慢慢回来，肩膀下压，活动肩膀，身体放松，不再紧绷。四二三四，前后推肩，向前，向后，向前，向后。做到这里，有没有感觉到肩颈的肌肉已经全部都放松开来了呢？四二三四，向后绕肩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我们要把肩膀抬起来哟。二三四，向前绕肩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舒缓紧绷肩膀关节。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换成做手臂运动咯，向外画圈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在这里我们要把手臂抬高画圈，手肘尽量不要高过肩膀，四二三四，向内画圈，手臂不要忘记要抬高，更不可以掉下来哟。四二三四，准备屈蹲，注意哦，在这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而且屁股要努力的往后坐哦。下，上，下，上。四二三四，左右抬膝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膝盖要记得抬高。再来加上双手上推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我们的双手要用力往上。四二三四，左右踏并，右，左，右，左。做到这里，有没有感觉全身已经暖和起来了呢？四二三四，左右踩点，注意哦，在这里脚不要收回来，在两侧轻点就好了。四二三四，加点变化，单手上举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手要伸直，用力往上哦。四二三四，双手上举，在这里我们脚还是要继续的踩点，感觉是不是就像在跳芭蕾舞一样呢？
接下来动作有一点难度，蹲身摆臂，在这里双膝要轻松的点地，而双手就像在跑步一样摆动起来。四二三四，蹲身屈肘，上臂我们要尽量紧贴我们的身体，而手肘弯曲，就像在举哑铃一样。难度要增加咯，蹲身展翼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双臂要用力的向两边平举，加油哦。四二三四，蹲身上出拳，左手右手左手右手，大家用力打向天空哦。难度要增加咯，蹲身手前推，我们双手要用力的往前推哦。四二三四，蹲身扩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双手要用力的往内夹哦，这是在训练我们的胸大肌。手肘后夹，我们的手肘要用力的往后夹，加油加油，很快就可以稍稍喘息一下咯。四二三四，呼吸调节，来吸气吐气哦。接下来强度会慢慢的增加，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心肺功能哦。踏步摆臂，动作跟之前的类似，只是我们的脚步有点改变，像是在原地踏步一样。四二三四，踏步屈肘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上臂还是要紧贴哦，就像在举哑铃一样。踏步转移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双手用力，两边平举。四二三四，踏步上出拳，呵呵呵呵，双手轮流向上出拳，加油加油。踏步手前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推走疲劳，推走酸痛。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踏步扩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手臂要抬起，锻炼胸肌。四二三四，手肘后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加油，快要可以喘息咯。四二三四，呼吸调节，来吸气吐气哦。再来，强度又要更加增强咯。四二三四，跑步摆臂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跑步屈肘，脚就像在跑步一样，而这个像在举哑铃的动作是在训练我们的二头肌。四二三四，跑步转翼，双手用力往两边平举，让我们跟蝴蝶袖说拜拜。四二三四，跑步上出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感觉有没有很喘了呢？恭喜大家，这代表我们都有在认真的运动哦，加油加油。四二三四，跑步手前推，双手
手向前，用力伸直，推走烦恼，推走酸痛，推走脂肪，还我窈窕。四二三四，跑步扩胸，来，把手抬高，用力的往内夹。二三四，手肘后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加油加油！四二三四，呼吸调节，吸气，吐气，马上就要挑战快速燃烧热量的运动喽，准备。十秒加速跑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哦，再来一次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缓缓调节我们的呼吸。接下来准备进入缓和运动哦。吸气，吐气，扶墙挺身，下、上、下、上、下。上下上，准备后点双手后屈伸，脚往后点，双臂往后伸，四二三四，接下来还是准备要扶墙挺身哦，下上下上，很好哦，动作非常的确实。后点双手上抬，脚往后点，双手往上抬，而且手要记得伸直。四二三四，屈蹲侧抬腿，注意哦，膝盖还是不可以超过脚尖，脚尽量往侧边抬高。不错，大家的平衡感都很棒哦。四二三四，屈蹲后抬腿，脚要往后抬，上半身还是要尽量的挺直哦。四二三四，连续抬膝，上上上放，上上上放，上上上放，膝盖要抬高站稳哦。连续前抬腿，上踢上放，上踢上放。很好哦，大家都站得非常的稳，代表平衡感都很不错哦。准备脚前伸，记得脚尖要尽量勾起来，屁股往后坐。接下来准备换脚咯。四二三四，脚后拉，我们的手尽量把我们的脚往后拉，而且要把膝盖靠拢。接下来准备要换脚咯，这是在伸展我们的大腿前侧肌肉，准备肩膀伸展往右边，身体要记得站直，不要跟着转动。准备换左边哦，记得手不要压在我们的手肘上哦，手肘后推，接下来换边哦，左手把我们的右手肘往后拉，往后扩胸，我们把我们的手背在背后，伸展我们的胸肌，
准备往前扩臂咯，手换到前面，像抱球一样，我们的胸部跟腹部要往内缩，伸展我们的背部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，谢谢大家。